月初，一大早找我们来干什么呀？就是，还缺对那班机器。怎么了？你要出门？哎，我要离开涂山了。离开涂山？啊？你要去哪儿？是大当家又给你布置了什么新的任务吗？难不成你是要回神火山庄当庄主？那是为何？涂山虽说是妖族，但这里好歹是你的安身之处，而且还有我们这些好朋友。是啊，你舍得我们吗？你正是因为舍不得，所以才将你们俩叫来。虽说涂山一向是由女狐牵线搭桥，但这缘分难得，我这朋友啊，实在不愿你们俩就这么错过了。九霜，喜欢的他恰好也喜欢你，多少人求不来，要珍惜啊。谁说不珍惜了？九霜，月初，你以后若是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，或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记得回涂山，这里永远都有你一个家。走了，请赐教。竟修炼妖术，有何不可？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我万一在野外遇上恶妖了，怎么办啊？那得提前熟悉他们的招数才行。口气倒不小，你想借博人眼球，混入一气盟，你这样的人，我见得多了。哎，你这话对，也不对。博眼球是对的，混就不对了。我诚心诚意参赛。只为改变一气吗？狂妄自大！若你能借我十招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，是否纳你入盟。十招够吗？要不我让你100招吧。月空空摇晃。耳畔的回忆在你里奏响，借一盏荧光为你身影擦亮，百年如一晌，交错的轮回有很多无常，总相逢虚妄，像个护你远长，若你来生能遗忘，相思也无人造访，怕你会忘，怕你会再告别我的谎，若我其实学飞扬，将这一生都埋葬，若我回望你站在相思树下，涂山虎，你好狠啊！请祭出禽兽来对付我。
南柯一梦，似昨日，梦醒世上已千年。想不到，我这虚与小气之间，竟已过了几百年。红红，你我都长大了。此物无论是熬药还是煮粥，样样精通。有了此物，你日后啊就不必去涂山蹭饭了。这，哎，拿着吧，一片心意。那就多谢了，能交到月初这样潇洒随性的朋友，东方洛这是荣幸之至。我这个朋友好吧？不仅我和你交朋友，我还要让全涂山的妖都和你做朋友。从今往后，我要死死缠住你，时时刻刻霸占着你，让你再无暇纠缠红红。怎么样，我推荐的画本不错吧？那女妖自修术法打败仇人老祖后呢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东方先生，你替我出出主意，你看这山的墨色，我是该浓一些还是该淡一些？这世间的画本啊，万变不离其宗。雪霜姑娘，我们今日便到此，这学习经文不在一时，这报完了仇之后呢，便是什么儿女情长了。我为你讲授的已经够你揣摩研读半年以上。武力姑娘，抱歉，我一向不懂书画。不懂不懂也没事，你就从旁观者的角度谈谈就行。他的师傅啊就跟另一个人在一块儿，或者直接上手画一下。东方先生，我还是不太懂什么叫经文在心不在纸。这一句我们已经重复讲过不下三遍了。看管好那两只狐狸。是。你以为我还会再上你的当吗？我法力低下，没法直接救下你们，所以才不得不配合我师兄获取他的信任。我相信人和妖定有和谐相处的一天。